你吃过哟，你是不是把它吃了哟？我吃了，真的是，我从儿有没去，就是我老汉儿吐不吭。啊，这他有没有在吃嘛？我那晓得哟。苗苗，你把我接回去，我跟你说噻，你把我掐，你吃得完那么大个？你要接过我的算了噻，你去，你整只接做你要玩的，你去那么大还准备去住院嗦？还是恁么多？恁老汉儿不是说你？ 你家那么估计也洗洗碗儿，那些儿子媳妇他们呢，一天那么忙，那么辛苦啊，你个人家活那么大一步，你怎么去激动了？又得马上养得了？该找的不要提的，他们贪官贪错，其实欺装淫赃。我不是天天跟他们来骑吗？小云哥，是不是又偏来偏瘦？啊，他说了，你要去给小云哥骑，我说。 他说云哥偏爱偏瘦，好嘛，他要那么大一个，我说不小云哥吃，哦，孩子肌肉要咬完了，那本身又吃鸡都不要点点儿。小云哥吃不了这么多。嗯，他确实是偏爱偏瘦。昨天不是村里带我要我给我发信息，要我带他去体检吗？嗯，带他体检咋的？嗯，去我那里体检。是噻。他是在他同年的是偏爱的，体重也没达到。那你啷个晓得？我请教他呀。这该怎么办哦？ 那我一样，我一天跟上他呀，早上起来我一个鸡蛋儿，还从来没有来过我吃哒，再去上学，上学不晓得他不晓得就骑摩托车找我了。孕妈四岁了，啊，四岁了才啷个变高？才3岁的一个小孩子的身高，妈找1年，到时候才长起才1米6，怎么得了？哎，不知道，真的是。我觉得男孩子还是要一米7才行，要不要给他去搞点买点钙片？钙片？今年子我们去年子都在骑。 还有朋友们，就是大家都要小孩应该都有经验，因为我们女性朋友比较多，就小孩小小伙伴有点偏爱，就要吃不长身高啊，吃那些好一些哦。对，像我的血压还差不多有这么高。嗯，就他个人偏爱些。哎呀，男孩儿子错过你了，你要晓得疼孙子，再给他骑不到摩托车，你看有点儿就行了。那快就行了。嗯，那些大家骑点儿，他那个中间带起回去就行了哈。